哈喽，佳米，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双锋刺6 Pro 的实战测评。那这双鞋最近的关注度其实是挺高的，所以我在拿到它之后啊，就第一时间去进行了连续的实战，感觉最近这一两个月实战的频率真的是越来越高了，现在基本上都奔着一周五场、一周六场去了。那一是因为今年下半年新出的产品真的是好多好多，二是好穿的球鞋我就想多穿，穿透，甚至尽可能的把它穿衰减。虽然每次第二天早上醒来真的是浑身酸痛，用筋膜枪放松感觉快要去世了一样，但是这样做出来的测评啊才有意义嘛。那关于这双鞋，各位是因为它的代言人卡尔登·约翰逊才关注到它的呢，还是因为产品本身用到了新的中底科技而吸引到你呢？其实中桥在很早之前啊就已经开始接触 NBA 球员了，因为在 CBA 市场已经有吴前和孙铭徽两位表现不俗的代言人了，所以进入 NBA 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吧。像鹈鹕队的老六68阿尔瓦拉多啊，他就有上脚过锋刃二 PE 版本，那这双鞋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。那这次官宣签下马刺的 KJ， 各位觉得这笔操作如何呢？马刺出品加上又是个潜力股，我觉得未来啊真的是可以期待一波的，所以选择由他来代言这双用到了最新中底科技的锋刺6 Pro， 我觉得也再合适不过了。每位代言人各带一条产品线吧，分工明确，而且这双鞋我穿下来啊，确实是中桥目前最好的后卫鞋了，用来登陆 NBA 市场最合适了。因为在穿这双鞋之前啊，我基本上都在穿 AG3 的两个版本实战，因为定位不同，重量以及用料刚性的区别，在换上这双锋刺6 Pro 之后的实战啊，我感觉脚下像踩了风火轮一样，真的是又轻又快。这双41码的单重量竟然只有350克啊，有点夸张的。所以穿它实战，我就更有去突破造杀伤、去用速度冲击篮筐的欲望。这可能就是锋刺这个名字所想要表达的吧。全新的 Gutobo 超临界发泡材料，我在前段时间的强风竞训鞋上就有体验过了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那用在篮球鞋上依旧很舒服。不过这个材料的手感啊倒是蛮熟悉的，整个中底的脚感非常韧弹，突破起来啊真的是巨爽。不过和强风略有区别的是，后跟部分的脚感我是觉得相对要软一些的，强风给我的感觉呢是偏硬弹，很有韧性。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们中底材料的厚度啊有比较直接的关系。如果能针对不同品类的鞋款在硬度上做细微的调整，我会更加喜欢。但整体啊还是没毛病的，穿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很明显的衰减，依旧很有弹性。那对于第一次搭载新中底的鞋来说，已经使用得很成功了。不过呢，对于第一次用 Gutobo 的篮球鞋来说，特别是超临界发泡材料的这双鞋，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抗撕裂性的问题。可以看到我的后跟外侧是裂掉一小块的，这应该就是在对抗的时候蹭到的。那这个问题呢，对于所有用超临界发泡材料的品牌，在使用的初期都是要面对的。而解决的方案基本就是开发时候的工艺补强，在材料的外面刷处理剂，设计时候的材料保护，比如更多面积的 TPU 保护，或者就是直接内置。那如果这些玩法都掌握了，那之后的产品线啊，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的。那最直接影响中底脚感的，除了中底材料之外，就是鞋垫了，因为是和双脚直接接触的嘛。那不得不说，这双鞋的鞋垫真的是蛮破的，特别是在打完球之后，鞋垫吸收了脚汗之后，真的有种烂掉的感觉，有种咸菜干的感觉，软塌塌的。虽然在低帮版本上，它的鞋垫会稍微好那么一些，但是整体是可以更好的。那鞋面部分啊，中帮版本呢是用到了一个类似于袜套式的设计，但又不完全是袜套，它是把鞋舌的这一部分由脚背上方最外层的弹力针织面料所取代的，那里面依旧是传统的帮面和填充。那在脚背的正上方啊，袜套的内里也有一条填充物，那这样在系紧鞋带之后呢，也不会勒得不舒服。整个系带系统是连接里与外的，那这样的设计实际效果真的很不错，舒适、包裹、贴合、透气都得到了兼顾，而且宽容度特别的高，高脚背啊也没有问题。那相较于低帮版的独立鞋舌来说，其实我是更加偏爱中帮这种感觉的，因为它在跟腱的两侧还有两块小枕头位置是正好贴住的，那这是低帮版啊所没有的，灵活度其实也不影响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叫它中帮版本，而不是很多人所说的高帮版本的原因。那如果打个比方的话，中帮版呢就是科四鞋帮的感觉，而低帮版就是科五鞋帮的感觉。但要吐槽的是啊，脚背上方鞋面内里的面料
从我第一次穿着开始啊，就有严重的掉色问题，特别是这个配色啊，我基本上都是配白袜子穿的，脱下鞋之后，这两条长长的黑印子多少有些夸张了，洗袜子的时候啊也格外的麻烦。那因为我实战这个配色，它的内里材料是黑色的嘛，那像其他配色的话，内里材料要么就是白色的，要么就是淡色的，那情况啊或许不会那么的夸张。那掉色的话基本上掉个两三场啊就好了，这具体也要看你脚部的湿度情况了。另外鞋面材料的强度和底盘稳定性的结合是让我特别惊喜的，可以看到这两段素材当中，第一段是我对抗中被弹开后单脚落地的支撑，马上再起跳封盖，这一瞬间啊底盘的稳定感非常的好。那第二段是突破蹬地时整个外侧的侧向支撑表现，那在这爆发蹬地的一瞬间，再接着带有弧度的突破角度，短时间内连续支撑双脚的外侧强度很 OK， 侧边的 TPU 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那抓地力表现呢也特别的强劲，就先听个声吧，这一部分等到低帮版的测评当中啊来和大家分享，因为在实战中有更为明显的素材体现出来，所以想看低帮版测评的朋友啊记得保持关注，两个鞋面版本我也都已经实战完了，测评很快就来。但说到强度啊，它中足部分的这块异形抗扭片我觉得是还有进一步的空间的，那在高强度实战一个小时后会出现短暂的足弓酸，这个足弓支撑啊是有待优化的，这其实也和前面聊到的鞋垫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如果能结合起来优化当然更好。然后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穿着之后，这块抗扭片的强度啊是有出现下降的，可能穿着这双鞋突破实在是太舒服了吧，穿它打球基本上都在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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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所以在经过大约一周连续的穿着之后，这双鞋抗扭片的强度衰减会比较明显。那这一点呢其实可以通过材料硬度的加强或者做加强筋来解决的，不过我倒是特别期待之后会不会有结合碳板的球鞋来由 KJ 代言的，或者说签名鞋。那以上的这些问题呢我也在和设计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反馈了，他也一一进行了收集整合，并且给出了必须改进的答复，那这也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动作和产品了。那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请务必一键三连支持一下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